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月15号，我们搭这个大稻埕的这个游轮，我们要游这个淡水河，这才是幸福，很简单，只要岩本山，这非常棒的一个游轮。待会儿听说会有小姨跳上来啊，然后也会跟我们共享游乐，这个非常棒。春是38日，非洲芙蓉百灵花，无38就发不起来，有38春就到了，百花盛开，万物出芽。年轻世代的人观念即是2024年世代的人。年轻世代的人定义人权为核心观念。当代的年轻人而没有被金字塔邪灵所入侵的正常人。旧世代老蓝男存在邪恶的公权力中的怪物，心态上是官爷官婆，以官高民低为核心观念，奉旧将纲的指令为圭臬，心态上是金字塔的怪物，认为社会有阶级，更认为神、奴才、奴隶的三分法，认为掌控权力就可以迫害别人的妖怪。我是船长，带领大家专门来龙哥打怪的船长，这个打这个利维坦这个海怪哦，还有打陆怪，陆怪海怪我们都打。这个在龙哥打怪呢，在267集我们都有讲哦。现在我们来看这里啊，其实他们看到我的闻风丧胆，闻风丧胆就不敢出来了。大家加油，一定要有勇敢。祝大家呢龙年这个好运龙中来。这个是2月15号初六，这祝大家六六大顺，花花花，然后财源滚滚，然后掷骰子都哇中大奖，然后买这个统一发票也中奖，那个乐透也中奖，什么都中奖。祝大家赞赞赞啊！今天真的是风调雨顺，真的很好。动不动就是给人套圈圈。给正常的人民套圈圈，这个被控制的教育体系，法律洗脑教育，税制的技巧顶教育，给正常的法官、检察官、律师、监所人员套圈圈，这个被控制的法务体系、司法体系、慎刑司体系，竟然不长进上百年了。给正常的财务部、国税局、地方税务人员套圈圈，这个被控制的税务体系，竟然倒退路，不长进上百年了。法魔高墙，税魔高墙，魔化台湾，俄化台湾，台湾人民已经动不了，对于老蓝男的整肃异己的蓝招感到 emo 了。从旧宦官制度转型正义，民有斗智实力，民才有正义。旧宦官制度野蛮欺骗霸凌的旧世界，人权法治制度进到反思诚实拯救的新世界。大稻埕码头好乐好船运董事长吴天成的专访。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在这个春节期间要到哪里去玩，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大稻埕码头有一位很帅有活力十足他叫做陈哥。陈哥你好。你好。对，你能介绍你的船班那你的地点怎么找到你？好，我们的地方是在大稻埕的码头，那大稻埕的码头就是在我们的民生西路跟环河北路的交叉口的第五号水门进来，就是我们的码头这边。那找好乐好股份有限公司，好不好的好，乐是快乐的乐，对，好乐好后面是好，对，好乐好，对，福气满满，一定要来。对，那我们的船班这边，当然是跟潮水有一点关系，但是如果都正常的时候，我们可以开1:30、3:20、5:00、
然后六点、七点、八点通通有船班，所以可以满足每一个时段呢，工作上啊，或者是你的游戏上等等，你可能会认为，这个时段符合你的，你就找你适合的时段来。那如果说你真的要事先可能的话，先预约一下，对你来讲会比较有保障，因为假日常常会客满，所以如果你真的想来，那就是可以搜寻我们好乐豪股份有限公司，上面有公司的电话，可以打电话，那再跟我们联络。那只要找陈哥，一切 OK。好，只要找陈哥，我们就会用最好的服务来招待所有的贵宾。我们的公司从1992年一直到现在，所以各位贵宾如果有机会来参加坐我们的船，不管你是我们合意当中的安全度，我们绝对很注重，一定没问题。然后呢，哪个时段到哪里最漂亮，我们的服务人员也都大概都知道，会跟你讲。那如果有团体想来，需要的话，还可以跟我们预约专业的导览老师，我们还会用专业的导览老师帮他们做讲解。如果要包船的，我们还可以给他特色的，平时不知道的秘境，带他去看秘境。哇，真的！比如说新月桥，平时就看没有办法过去的啊，但是某一些时段可以去，只有我们公司知道。那你们如果说有这种需求，告知我们，我会告知你说要去特殊的那个景点，那用哪一些时间的时段才可以去达到那个境界？就是寻找秘境，然后要找这个神秘的陈哥。谢谢，龙哥推荐陈哥。谢谢，然后恭喜大家，好龙年行大运，好运龙中来，好龙中来。陈哥，你有手电话吗？然后再告诉好来。要打我的电话来，记得打0938199539，那也是我 LINE 的 ID。如果要用 LINE 搜寻也 OK。陈哥，你能不能讲一下大稻埕的发展？因为你在这边码头吗？大稻埕码头的发展。好，大稻埕码头基本上91年这边就开始有船，那时候这边整个我们的河岸旁边是一片荒芜。只要我们一个票亭放在这里，旁边都是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开始经营这样的船，然后我们来配合政府的政策，我们就努力的说想蓝色公路把它发展起来。然后呢，大概是在8年前那个时候就开始这个地方就开始有规模的感觉。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的旁边的岸上只有什么单一的那一种在这边贩卖饮食的，就是这样的船的那个车而已。然后后来在6年前。我们这边就开始有市集了，然后就开始发展起来了。那现在是越做越多，越做越多。然后未来我们这边的景会可以连接对面的忠孝码头，忠孝码头未来也会有开始有市集的方式。那再更远，未来可以连接到那个什么，关渡的码头那边，关渡码头上去现在已经在建设，未来也会有市集。所以未来的整个蓝色公路变成耶，除了从大稻埕有市集以外，到了关渡有市集，又可以到淡水老街去玩。哇，你看看整个行程的安排确实是非常棒的。所以呢，欢迎我们所有贵宾未来需要的时候找好乐豪股份有限公司，我们当会帮你安排最佳最佳的行程来满足我们所有朋友的需求。谢谢，赞赞赞赞哦，大家加油。陈哥感谢你，不会不会，祝新春快乐，平安健康，好，大家都快乐，大家都快乐，龙年发大财，谢谢大家。对对对，龙哥打怪带了大家陈哥来享乐享乐，谢谢，好乐好，赞赞赞赞。大稻埕码头龙年新春神秘探光明，所谓龙行踏踏，此是六个龙组成的踏踏，即龙年六六大顺，前程朗朗阴朗及明亮光明之意。刺头学生年轻人的时代来了，全世界的年轻人对抗台湾老蓝男的旧势力，民主的梦魇。世界在变，年轻人世界到了，台湾的旧将纲老流氓竟然还在发威，太极门被假案整肃搞了28年，官方还在不要脸说自己有道理，这个台湾的公权力难道不是诈伪政府？年轻人要变成公民正义梦想的国度，真平反法的斗争，正义脱不了，格斗！几个2月28生日的受害人，如陈清生、陈清旭、Lucifer 与斗争的故事，请看龙哥打怪。龙年平反靠龙月公主，靠技巧智慧。台湾的老旧流氓官僚很可恶，假借公权力借尸还魂，作威作福。
台湾的年轻人要学《甄嬛传》的小公主胧月，年纪轻轻却可以拨乱反正，就是一个生活很有规律，然后你要跳。年轻的武道家羽凡、元芳，因为科目三无特定文化限制，又不具政治色彩，容易引发世界共鸣。不分蓝绿白，年轻世代靠开创自己的想法。网红呱吉，如果你讨厌科目三，唯一打赢的方法就是创造更流行的文化。干掉或禁止是没有任何效果的，尤其是科目三都快过气了，马上就会有新的东西跟 PM2.5 一起过来。他说：“我不反对台湾人有人办科目三活动，这是自由表达的一部分。”伦敦火车站的钢琴门事件是言论自由、自由表达的意义。为什么在科目三也涉入政治正确问题？南韩江南大叔的骑马舞，日本 Pico 太郎的 Pan Pan Apple， 台湾王彩华的 Bobby 舞，引起全世界流行的歌曲。欢迎办科目三比赛，也欢迎干掉科目三。所以云彩呢，是这个很像水墨画，很漂亮，对不对？因为漂亮，漂亮，漂亮，漂亮。龙哥的漂亮人生创意舞步动作，好运龙中来，龙年好运来，平安健康快乐幸福。龙哥陈志龙敬上。为自己的梦想奋斗，就要为了别人的梦想打工。龙年新春有梦想奋斗，为梦想成真。不能为官爷、恶霸的金字塔梦想打工，即当他们的奴才奴隶。2024年，年轻世代的关键年，台湾一切的根本问题在于真良的追求，梦想成真的问题。如果没有真良的梦想追求，就仍旧会是假鱼的恶质文化问题。他现在官吧很大，对，你看声音小，因为他现在准备要转弯的，要转。这船长的技术非常的好，这个船开起来都不会震动，而且很稳。他要转弯，转弯他就把马达稍微关一下。而且它是转弯转的很大，弧度很大，它几乎是，几乎是将近90度的大转弯，好厉害！嗯，所以常常在这个湖边啊、河边啊、海边啊，看你的眼睛就会非常的好，啊，就是就会有好眼光，这个眼。眼是眼力的眼，还包括眼镜的眼啊，所以你有眼距离、眼神的眼光非常好，真的很漂亮。大家好，这个过年好，这个初六大家都非常好。那祝你呢，顺顺利利啊，一切如意啊，真的。平安最重要，健康最重要，然后快乐最重要，幸福最重要，啊，心想事成，一切都是，很棒很棒，真的，啊，因为好运龙中来，所以大家，在这里我们龙总祝大家好运龙中来，真的哇，你看，小鸟也在飞哦，然后这地。
这边的鱼哦，也在，我们也看到鱼在跳。那待会呢，就有晚上很多鱼也会上来。那这里呢是非常棒，我觉得大家静静的看红景，然后看上面的这个哇，这个云朵真漂亮，真的是好棒，你说对不对？有没有很棒？关东煮的真香味道。访问特别来宾大稻埕码头关东煮年轻世代美少女柯巧芊。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是过年，然后你到大稻埕码头，这边就是大稻埕码头，这个就是民生西路，那另外一边呢就是环河北街，这里是呢环岛一号线，然后往这里，那如果你想要吃点好吃的，吃的日本的料理，这个市民都皆宜的日本料理的关东煮，这边呢一份60块，那这里呢，很棒，这个关东煮，所以我刚刚吃了，非常值得推荐，哇，真的是味道道地好吃啊！关东煮，里头有萝卜啊、豆腐啊、猪血糕啊这些啊，这个吃起来真好吃。我们在这里就是刚好经过，然后吃了以后觉得值得推荐啊，这个关东煮，那真的是跟这个日本的料理的关东煮。味道非常的像，那吃了关东煮还可以加汤，所以值得大家推荐。那另外它还有很多饮料啊，像这个冬瓜牛奶、冬瓜柠檬、冬瓜红茶、古早味红茶，这个饮料都很值得推荐。然后又这么大的饮料，所以吃的真好。来，我也谢谢老师。这个美女呢，这个。老板小姐，对，你好，不敢了，你好，对，怎么称呼呢？美女老板，我姓柯，柯美女，柯小姐。那你们在这边原本是卖饮料，然后冬天呢加卖关东煮，那这关东煮是值得推荐，因为只要60块吃了以后，哇，你就不会饿，然后体力就百倍，就可以。在迪化街呢，哇，就可以年货大街就可以逛，你说对不对？对，没错。对，然后你们再推荐一下，你们这个店为什么卖饮料又卖关东煮呢？哦，因为一开始就是想说，位置很不错，就小本经营，就做冬瓜茶。那我们冬瓜也都是真的冬瓜去煮出来的冬瓜砖，然后柠檬也是我们自己手榨的柠檬汁，不是用浓缩的原液，所以其实喝起来比较不会有那种苦涩的味道。对，然后牛奶我们也是用真的鲜奶，不是那种奶精啊，或是奶粉泡的，就是真材实料，好吃再保证，然后吃了以后身体健康，然后平安又快乐。谢谢老师，真的承您吉言啊。对啊，对啊，希望透过这个频道，我们也可以那个詹老师的光，让大家生意兴隆，可以解决肚子饿，然后也解决其实我吃过很多地方的关东煮，但是这里真的值得推荐。请问一下，关东煮怎么会这么好吃？怎么会这么好吃？萝卜要炖很久，对不对？哦，萝卜啊，惊险！日本的大根啊，萝卜叫大根，白贡啊。对，大根。不过我们是就是在地的那个萝卜啦。然后因为冬天本来就是萝卜的季节，对，所以当然相对就比较好吃。对，然后就汤也是我们自己。就放了昆布啊、玉米啊，对，昆布慢慢熬，对，去煮，然后就把萝卜丢进去煮，然后萝卜汤的味道也很甜，这样，真的，好，值得推荐，所以以后我们不上日本料理了，就来这里就好，谢谢，谢谢，谢谢哦，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观众，好吃哦，记得到大稻埕，不要忘了，就拐进来吃一下，对啊，好，老师谢谢，谢谢。
我们这一集就在河边哦，但是我们搭这个这个船哦，结果原本我们以为会看到这个海怪啊 ，Leviton 啊，不过也没有出来，那 Hammers 也没出来啊，海怪、陆怪都不会出来，因为它都被我们打趴了，所以在267集啊，那恐怖的人啊，他们现在呢就掌控公权力，但是我们知道人民的权力最大，人民只要勇敢站起来，一定啊，绝对有信心，会获得人权，只要有人权，我们就有自由、有民主、有法治、有人权。所以龙哥打怪，这个打到后面怪都不敢出来了，大家就是安安乐乐、快快乐乐。尤其新年真的都不会出来啊，大家一定呢要守住龙哥这个节目，好好的看，让你们幸福、快乐、平安、健康都是坐在一起，好吗？加油！赞！恭喜恭喜，新年好！恭喜恭喜，大家好！谢谢收看，请分享出去。龙哥问：按赞、留言、分享、订阅了吗？